是当年为了纪念我们的元帅诞辰100周年时候修造的哈。特龙呢一生当中有三件宝贝是不会离开身边的，首先第一个拿的烟斗，看到没有，因为他非常喜欢抽烟哈。然后呢第二件宝贝身边的战马，这个马的高度呢要比整个头像还小很多哈。这种设计方式呢是为了突出我们元帅的高大形象，所以第二件宝贝是战马。第三件宝贝呢身上穿的战袍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战袍的话呢，它比较像我们的石头，非常有层次感，对不对？代表着我们张家界独一无二的石英砂岩的风林地貌。所以呢我们张家界三千好，哇，这石头都松了，哟，小心啊！好了，有粉丝的，有青年的飞过去。看我这里，看我这里。放出去啊！你看你啊，大大大大。我这无安尼拍，袂使。你当买了吗？我先起来啊！你先去，你先去。我先去啊！你先去啊！好。我开始快调控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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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两个合影啊！干嘛要蹭人家？快照拍一下嘛！好，拍了一张，然后爷爷回去拍一张。奶奶呢？奶奶，你过来。Thank you.
刚在这里所看到会有一条犀牛，就是金边犀犀牛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袁家寨子的历史由来。那么来到这家族标志性的图腾母仪天下图的分解图，相传呢在公元还有圆筒冰淇淋送您选择，欢迎来，欢迎光临麦当劳甜品站，欢迎光临麦当劳甜品站，没有麦当劳甜品站哪里来看完观景台之后呢，继续回到左边往前走，终点迷魂台。那如果说按照正常的速度行驶说了哈，正常的速度我们不拍照片啊，就这样走过去大概30分钟，但是我们是来看风景的，要拍拍照片，对不对哈？那所以呢我们两倍的时间，就一个小时。那最后我们会在这个地方集合。阿凡达大家知道吗？看过电影吗？阿凡达哈尼路亚山的原型山，